兄弟们，我要下水了，这水真太深了，这水我真的不想下去，说实话，我没这办法，我水太凉了，我呀，水裤还不能穿这地方，因为水太深。哎呦，我操，这水这么凉！哇，前面有鸭子跟大鹅。抓着鸭子是吧？真的，就这水面鸭子跟大鹅啊，就给你们。哎呦我去，怎么还会飞呢？这个大鹅，怎么飞那么远那玩意儿？那这鹅都会飞呀、啊？说实话，就这个东西，你让我那你抓还没啊，我下都抓水，不着的。那你我还咋没没下下水？呀？都下了吗？裤子都没穿，直接下冰凉冰凉的水呀、啊！一会儿这个水是不是深的特地别方舒服？到我脖子，会飞呀、啊！耶，这里面问野他们鸭有肯没定会有人飞要呀、看，有没有人想看你被夹的？你看都没人说，哎呀，这些大哥。人是以为跟你一样变态。啊，我操！你不穿那个啥呀？不行，我不能穿雨裤哥，因为这地方水太深了，穿雨裤全部都灌进去了。你说那话，你看二哥不是也在这里看？哎，他说进去拉着看，他说一人一百。就是你，啊？你等我回去，我给他完，我拽一拽，到时候再看吧，要不，我害怕看不到。你夹皮夹一脚，行，我不跟你们吹牛逼了，我不夹，原因是啥？那玩意儿拿出来基本上都拿放大镜瞅，你怎么夹？螃蟹他妈看他妈的盯半天，那眼一珠千子都转直不转回圈也看不着。那哇，好你冰啊，这水，是吧？你可只是说那小来那代意思替说，了，基本上都看不着。那你的意思，你的是很小，然后得用放大镜看呗。放大镜都够呛吧？正常的话得用显微镜，关于显微镜设备买也得不少钱儿。哎，那实在好不冰行，啊，好冰。对，夹一下秒板，我也秒，好吧？这啊啊，没穿啊，没穿，他直接给你秒板，然后我秒那个没穿的板。就能不能就是别秒榜，给我少整点就行。你说我什么逼样的都，你们非得那么，实在不我不行，跟你你就们让那吹个，了，我。我你就实在不行的话，你让那个木匣给你拉着，然后你自己是不是你站着，然后让木匣给你拉着，然后夹一下。真变态呀，他们兄弟们真变态呀！你看你家场控都说他妈好玩，他说，我家他妈场控是机器人，他好玩什么？他都说好玩。你看机器人也是有人性的一样。我操，这地方以前，我一个变态都觉得表态，都觉得变态。我先找找我这网在不在，我的网扔在这儿几天了？不知道有没有人偷，应该没有吧？这水这么深，扔在这儿至少得有一个周了。就你我这个操，这网榜，就你这就就就这个榜一，我就再刷一个那个星宇心愿就上去了，就秒榜。那你倒给我刷一个也行啊！你看这面全是河蚌，兄弟们，你看，满地的河蚌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这是，个你河看，蚌能也看挺见好吗？吃的，河蚌也这挺么好多，吃你的。看，我不吃了。